我觉得这个小妹妹哈，她找完那些东西之后啊，她可能就会变成那些怪物。你看他的手脚一直在变，最后弟弟醒过来的时候会发现怎么有个妖怪在看着他。 Cole, I can't believe it, I can't believe it. 也太感伤了吧。哦，他已经拿过了。对啊，我觉得故事大概是这样。如果是这样，就真的太让人难过了。阿咪的头缺一块，没有，他只是这样躺着，他在装可爱。好哦，等一下再去拿。姐姐要帮弟弟做好全部的准备，然后才变成妖怪。他最好是在哭哭啦，他在睡觉啦，他只会给你耍脾气，他不会哭。偷看镜头，阿基，阿咪，阿基，对啊，这个游戏世界观超美的，阿咪超丑的。
子今天，他昨天也没有光光子啊。不会啦，你看那个肚子的肉，拜托，一年不吃肉都瘦不死他。你看有人，猫咪哪会哭啊？那个代表它眼睛发炎了，得赶快带去看医生。这老用人类的观点去发神经，这不行。怎么了？在睡觉啊？好的很，好不好？只是这两天没给他露吃而已。感觉脚还蛮可爱的。越来越多个了，四个。看看那个绿绿的有没有更蔓延。大哥，你根本就不想睡吧？这边装睡。
好，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故事很容易了解了齁。这个做姐姐就是说，你他妈的喝个屁酒，啪啦！老王表示，哎呀，这个，前妻的女儿就特别靠杯，然后弟弟就跑来阻止，不要打我姐姐。然后老王就表示，干，贱妇生的儿子也是个贱人，然后就一刀就要把他捅死，姐姐。然后那个弟弟不就受伤了吗？姐姐就很害怕，赶快带着弟弟坐船逃走，离开老王的掌控，有没有？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了，各位。啊，姐姐的手越来越……姐姐的手收越来越严重了。船真的越来越快了，我们可以配掐了，好不好？我是觉得花一点钱让自己游戏开心一点，又可以赞助厂商，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台湾要适时的改变一下，我觉得例如说花个300块、600块，我觉得是可以，因为说真的这个。说真的，一个游戏厂商哦，真的是不好养活啦。你知道 Steam 的抽成是抽 30% 吗？然后还要养那些企划什么的，干他们真的是太辛苦了。我觉得我买一个游戏才100块，这连他们薪水的一半都付不出来。你想想看，你要是100块就被他们抽了走了30块，然后还有那个宣传啊什么的啦，那什么蛙哥的喵喵喵啦，然后再给你剩，还要付钱给那种美术、企划、音乐什么的。放屁，有没有听到他的屁声？有啊，可是我不敢让阿咪出去，阿咪就在家好了。152应该是，125应该是不会再出了，呵呵。那个时候有说是绝版车，所以应该是不会出了。
这船可以这样甩。只有我最摇摆。而且都不会没油。巴巴辣虎从来没有绝版过啊，巴巴辣虎一直都可以买啊，我的账号也有一台。你们看我这样骑的开得很平稳，对不对？其实你会发现我那个杆子是歪掉的，有没有？我一直它因为有潮汐的关系，潮那个海浪的关系，所以船是没办法笔直开的。你要是笔直开，就会变这样，它会整个歪掉。哦，雕像，该不会是自由女神吧？应该不是啊，也不像。应该等一下会有特写。虾米吓到了。阿咪刚刚的内心里，哎呦，超级靠腰！阿咪吓到了。对，佩佩，我觉得买不到。你现在会看到这么多台，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还在美服的时候有开卖过，然后卖没多久就收起来了，所以最一开始的美服老玩家有，然后接下来就是越南伺服器当时是有在商城里贩卖的，所以越南人手一台 TAB 59好吗？然后现在越南伺服器跟我们台湾的对不起，亚洲伺服器合并之后，越南伺服器一堆那个 TAB 59，我看人都会生气。他根本没在睡觉。吃饭饭，吃肉肉，吃饭饭好不好？啊？不甩你。有公司禁止员工买 iPhone， 为什么 ？Why？ 为什么员工不可以买 iPhone 啊？好猎奇哦！哎呦，黑白猫也就那个样，不过是我先养的，可。那海豚也是绿的。这边是 hospital 哎。推走哎、欸，酷！
哇，爬他鼻头超大阵仗。哇，这个不好爬了，估计得耗十天半个月。左边的猫也是流浪猫啊，可是我们是不同时期领养的。阿咪七岁，阿咪七岁还八岁，然后他们家的猫好像也才两三岁，反正差好几年。我有跟九妹说，快点让你们家的猫当我们家的儿媳妇，然后那个九妹就说，你们家那只不是阉的。这样好啊，当公公的媳妇儿。可是可怜的阿咪有被人家说过他很丑，可怜的阿咪，请大家多多夸奖他。他曾经被一个阿桑说丑，我那时候很气，你知道吗？干，他妈的，你家的狗才是王八蛋，说我们家的猫，哎呦，差点就要打架了，我的天啊！这个如果有 3D 晕的你，今天看实况估计得很痛苦。对啊，大家多夸奖一下阿米，这孩子以前被人家说丑。我不知道哎，我觉得还蛮可爱的啊。啊，只有我可以骂阿米啊。对啊，阿米也是你帅，不要理那个阿桑。干，那阿桑他妈超缺德的，一定到你娘啊！嘿呀，阿奶下拜，拜你老母啦！干你，你儿子才拜好不好？干，我们家猫还有肌肉的线条，看一下，有没有看到这一条？这叫做什么？你知道吗？胸肌，有没有看到浓密的胸肌？拜托，没有，今天没有吃肉肉，超不爽的。他刚刚把我的那个列表机整个按了来，哎。怎么这么快就找到了？那是乳沟吗？说好的胸肌呢？
你看那个胡须。啊？哎、欸，那个越来越多了、欸。应该是还没啦。我跟阿咪的生活日常是这个样的，大家可以参考看看，以便跟动物做互动。通常他在睡觉的时候，我一直骚扰他，所以换我睡觉的时候，他会一直骚扰我，就是这样。是的，这就是我们的每日常。不要怀疑，就是安尼。等一下换我睡觉，他就开始来踩我了，然后在那边喵喵叫，跑来跑去，弄个病病病。阿咪日常。这个建筑物也是哎、欸，你们不参考吗？我以为你们要参考。对，他大概会在4点钟跟6点钟的时候各吵我一次，然后我在开实况的时候换我一直骚扰他，大概就是这样。哎、欸，起来啊！哎、欸，阿咪，地震了！地震了！呜！那个脸，咦，安宁老师，哈哈哈哈，那个脸，你真叫做可悲，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阿咪气死，给你半面我你再死，哈哈哈哈，笑死。这是我跟阿咪的日常啦，大家参考一下。他就一直在瞪我，大概是这。他现在心情，他现在心情非常不爽，大家别惹他。你妹的嘞！大家大家的心情，懂事嘞。阿咪会吵几分钟哦？当然每次半小时吧，半小时到一小时。不要推别人的滑鼠，有个没品的。哦，你看那个脸，眼神死，就是这种感觉。哎、欸，你在说要翻白眼，到了有点可爱。现在已经在翻白眼了啦，超气。估计会这样。那边排串的看起来好热闹，不然爬爬看好了。
我有阵子都会阻止他在这个时间睡觉，就会把他弄得很累，然后等到晚上呢，再那个大家一起睡觉。哦，不然哦，真的会吵到你们，完全没办法睡觉。你没有发现我常常半夜发文，然后说阿咪又在靠腰了。他爪子我都有剪，不好意思。Hello， 没事儿，没事儿。日常生活是最重要的。看台什么都是心情，有更棒的实况组，你们也可以去看。只要看台快乐就好，能够挂着是更好啦。挂着冲压人爽，你想看哪一台你再去啊。欸，那边有人了，狐狸蝎。我想走那边欸，阿咪在睡觉啦。有点帅。那边好像有路，行了，别狗腿了。完了，你看姐姐越来越绿，连脸都绿了。哦，针线。Hello， 哎，米迦勒。米迦勒，你太扯了！你可以一直，你真的有在当兵吗？干，你是逃兵吧？欸，不要逃兵看我的台欸！我的天啊，我会被警察叫去做笔录啊！哦，姐姐到这边有很多建筑，这样。啊！我今天海浪很强哦。
真的，每月底都很开心，因为可以领薪水。快到月底都觉得在等吃屎，好可怕啊！好像不是，我也不知道哎，我估计应该会吧。哇，超通天台！我们应该不用爬那个塔吧？感觉就爬不大上去哦。楼超高哎！有啊，我现在就是月光族。有了，嘿咻！怎么了？醒醒！喂，阿咪刚刚睡到全身在那边抖动，吓死我了，而且还翻白眼，害我吓一跳。哪招啊，哥？他刚刚突然全身在那边抖动，我妈啊，吓死我了！没有，这孩子怎么？蹦到什么啦？哎、欸，你看，你看，阿咪这边嘴巴怎么了？他还吐舌头睡觉哎、欸！靠背，这睡的是牛壳。舌头超丑的，有没有看他吐着舌头睡觉吗？半影。
哎呦我操！那我们家猫水也超可爱的。你知道抖多少吗？87万美金哎、欸！看，87万美金，我他妈还当实况主。我们家猫，真的睡得蛮丑。应该不算剧透啦，因为他抖内了87万美金啊！干，你不会那个吗？肯定上新闻，87万美金，哎、欸，这样是台币多少？87万换算成台币就不得了了，好吗？干，可以买房子了，有意义。哦，对啊，啊，说到这个，我不能说实况组的名字。可是齁，之前有一个实况组，他好像被抖内了差不多台币4000-5000-6000吧，这样他就很高兴的跑去买了键盘跟滑鼠，结果后来那个人把抖内取消了，干，那个银行的人一直在跟他讨那个钱，超好笑。我如果收到这么大，我一定感谢季啊什么哈哈，什么都不必说，如果那87万是我的噩耗，87万美金兔头啊，兔头台啊，干，我听了只能用羡慕嫉妒恨来形容他哦。看这你们听了不羡慕吗？我才不信。2700万台币耶，天哪，他可以买地堡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哦，羡慕哦。那应该我不知道哎、欸，应该是一次抖的吧。我真的要羡慕到不会说了。对呀、啊，可以买玛莎拉蒂了。哎、欸，你看姐姐的身体，居居思密达。哦，现在就是这个的到这边的剧情了。抖十次才买地堡哎、欸！Tackle Flutterwick, must mount battlements. 你说什么？这个事情听听笑笑就好。干，你最好是能听听笑笑就好。我要用羡慕、嫉妒、恨的心情来听那个。87万美金哎、欸，靠！我是说牛的英语啦，靠！这姐姐，我估计她得狙击了。
要是我有2700万，我就可以把我补习班的这个房子买起来了耶，而且还有早哦。都给他打官司？为什么？他为什么要打官司啊 ？Why？ 牛的英文竟然……好高哦！我就不用担心我爸妈没地方住。没有啊，补习班那一间，我们有强国人要告他，为什么要告他？为什么？他做了什么事要被告？各位，我们要信仰之约了吗？告诉我。2700万打官司，不晓得够不够、哦。啊，对，我还没说啊，我们这个补习班的房东觉得这边是闹区，所以他要卖1000万。问我们要不要买，因为他想要卖房子。哦，这滑起来好舒适哦。阿咪，我是在溜滑梯的舒适啊。不要怕，不要怕。然后他说隔壁的酸辣汤也想买，然后后面那个谁也想买。如果他卖人，搞不好我们就要被赶走了。咪欧就没地方住了。阿咪心想：哎，你是污垢了没？阿咪表示不爽。才不是闹区咧，拜托，神经病。他们都觉得新港人都觉得自己家地段很好，可是其实新港的旁边就是坟墓。这事尴尬啊！房东可能快，房东已经老了，要居居了，所以子孙们可能会把房子给卖掉。卖掉呢，就是要分家产的意思。比较担忧的是，如果说酸辣汤要买下来的话，他会不会继续租我们？这个不知道。可是如果继续租我们的话，那店门口
我们就变成我们店门口就变成说不能够要让他们去摆那个酸辣汤的桌椅了，这样我们补习班门口会全部都是酸辣汤桌椅，这样蛮尴尬的。而且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是因为那个酸辣，我们之前刚搬过来的时候，那个酸辣汤有说就是叫我们车子不可以停在我们的店门口，因为会挡到酸辣汤的招牌。然后还有说，还有那个时候刚搬来的时候，我们补习班那时候常常被他们用那个店门口还踩那个桌椅，后来我们有摆花盆，他才没有继续这么做。所以如果他当房东的话，我估计我们车子就不能停店门口了，好尴尬。这鱼超大哎、欸！这小船还没破掉，超有才的。这样的情况堪虑。不过老的还在啊，老的还在啊，估计没那么快分。老的还在。然后那个房东的孙子，他之前在我们补习班上课，哦，超问题学生啊。然后后来现在毕业了嘛，毕业他有在那个 Seven Eleven 那边打工，但是 Seven Eleven 打工很尴尬哦。我要是去买东西的时候，哎，老师你别下来，这个，你帮老师泡个咖啡好吗？超尴尬的。你这马画的好可爱。哎，我觉得我们快找完了耶。我看一下，我们还几个段，剩两个段落要破关了。好，我们今天把它玩到破关好了。超尴尬啦、啊！帮老师泡个咖啡好不好？加点糖，拜托了啊！不要偷吐口水进去，谢谢。不要偷吐口水。OK， 这一栋找登录点。哦，找到了，在这。哦，看到了，在最上面。哎呦，腰酸，估计要爬很久。人了，这个房子地都裂开了，而且会漏水，因为那个921地震的时候房子有裂开。你如果买了还要大修缮，我估计，对啦，顶多500-500。可是他们觉得是闹区，要卖一圈。好可怕哦！哎，那边不可以。
可以上学。哎，怎么可能？那我过去啊。今天吃啊，吃宵夜，我买了两条鱼哎，是海的无锅鱼，好吗？我等一下时空完，我就要去烤来吃。我们每年差不多快过年的时候，我们会去买防水漆，把最上面的屋顶把它修一下，就是让它不要漏水下来。没有，我是这种人吗？我当然是没有开实况在吃啊。我不去耶。诶，那边就到了，也太快。不要那么早，绕个路。我都已经想好了，首先先把蒜头跟腌料放在吴国宇的肚子里面，把它洗干净。然后呢，在外面帮他抹那个防晒盐，因为进烤箱嘛，怕紫外线会太大。然后。烤得香喷喷之后就可以出来了，呀呼！肚子饿。咦，那边要怎么过去啊？台湾的房价一直都蛮高的耶，觉得买不起。哎，以后罗密欧如果在路边乞讨了，请大家能够丢个十块，谢谢。防水漆还是会漏水的。有啊，你四楼的厕所不可以用，四楼的厕所一用，然后它就会流到三楼，然后沿着三楼到二楼，哈哈，干的真漏得很夸张。哇，姐姐是不是不妙啦？看姐姐的那个衣服的痕迹越来越重了。弟弟是不是装死了？